龙啸怒斥父亲龙却太迂腐，明知道武库中的阴阳册能为他逆转阴阳，害他白白做了十几年的废人。龙却反复讲明阴阳册没有起死回生的功力，龙啸根本不信，对龙却破口大骂。他为了老婆迁移龙渊阁，为了死鬼兄弟龙炫死守秘密，却不肯为亲生儿子续命。温客行不想听他胡言乱语，当场发暗器把他的喉咙打哑。叶白衣迫不及待想知道龙雀和龙炫的关系以及当年的恩恩怨怨。龙雀承认他的老婆与追是神医谷大师解月凤儿介绍的。温客行向龙雀确认当年龙炫是不是逼他建武库，高崇是不是胁迫他打开武库。龙雀猜到这是龙啸的一派胡言，劝温客行不要相信，他是心甘情愿帮龙炫建武库的。温客行顿时傻眼了。周子舒想知道当年的真相，龙雀就从头细细讲来。秦怀章首先认识龙炫，后来龙雀等人也渐渐和龙炫相识了，他们一起惩奸除恶，行走江湖，武库是大家帮龙炫建立的。龙雀得知张成岭是张玉森的儿子，就把他叫到身边，得知他的父亲为了保护琉璃甲而死，龙雀很痛心。龙雀反复强调，即使凑够了五块琉璃甲，如果没有龙炫手里的钥匙，一样打不开武库。温客行紧握双拳，沉默不语。周子舒知道他心里的纠结，轻轻握住他的肩膀。叶白衣逼问那把钥匙的下落，龙却坚决不说。叶白衣对他苦苦相逼，温客行忍无可忍，急忙站出来制止叶白衣。叶白衣只好承认龙炫是他的徒弟，他就想搞清楚龙炫的死因。温客行再次傻眼了。赵静把高崇的灵牌放进祠堂，他面对着两大牌侍者的灵牌，心里说不出的畅快。他是当年建武库唯一幸存者，忍不住对着龙炫的灵牌破口大骂，还狠狠数落了高崇一顿。赵静得意洋洋向各位炫耀，他终于的长所愿，掌管了五湖门。叶白衣练了一套封山剑法，龙雀认出他是龙炫的师父叶白衣，激动的老泪纵横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龙雀终于看到了六合心法能让人返老孩童的神力，他清楚的记得龙炫和月凤儿想把叶白衣的六合心法送回长明山，物归原主。叶白衣大骂龙炫是蠢货，继续追问龙炫的死因。龙雀想起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往事，浑浊的眼里闪现了点点亮光。他记得武库的地址是秦怀章选的，龙雀加以改造，琉璃甲和钥匙都是秦怀章早年游历江湖搜集到的。龙炫主动邀请赵静、高崇、沈慎、陆太冲和张玉森比武，高崇不小心刺伤了龙炫的手臂，没想到他的剑上有三尸毒，龙炫中了剧毒，月凤儿一气之下把他们五个人赶走。月凤儿为了救龙炫，动用了神医谷阴阳册的禁术，结果导致龙炫发了疯，龙炫失手杀了月凤儿，进而疯魔被天下群雄追杀。月凤儿生前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神医谷，
就拜托真如玉夫妇替他回神医谷寻访根治之策，还把武库的钥匙交给真如玉。真如玉快马加鞭赶回青崖山的时候，荣炫被团团包围，打成重伤。真如玉替荣炫求情，想带荣炫回神医谷医治，承诺一生一世替荣炫赎罪。荣炫把真如玉打晕，和江湖中人展开混战，最后被打死。荣炫死后，江湖人士来神医谷逼真如玉说出武库的秘密，真如玉断然拒绝，他们就胁迫老谷主交出真如玉。真夫人带着重伤的真如玉和幼子不知去向，神医谷二弟子夫妇结交匪类，被老谷主逐出师门。老谷主先逝以后，神医谷就退出江湖了。龙却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为时已晚，他故意放出龙渊阁能打开武库的消息，就是不想真如玉一家被追杀。温客行被龙却的声明大义深深感动，周子舒也感慨万千，叶白衣答应帮龙却完成心愿。龙却已经心灰意冷，他没有任何要求，龙却反而埋怨叶白衣不把六合心法传授给荣炫，他偷偷拿走六合心法下山了。叶白衣明确讲明六合心法不是好东西，否则早就给荣炫了，只后悔当年没把六合心法毁掉。龙却感同身受，他看了一眼龙啸，忍不住仰天长叹。